违规是什么？有点像一个主播。哪个主播呀？你不要告诉我呀，我好怕的。你看，我要被打死了。你这不帮我的吗？你不帮我的吗？我上路被打哭了，后面你又骂我，又说我菜。我上路压力真的好大的，我没到四，有没有人救救我？好，我到四了，没事了，你可以走了。他死了，有他没死，抱歉，误会。可恶！你多大？初二。一刀接一刀，这他不死，这他还不死，乱杀我死了，再见。还行，这波我们不亏。太小了吧，还好吧。我今天马上再玩一下我就得下了，明天还要早起上网课呢，所以大家能不能打快一点。嗯，好吧，各位加油。嗯，哎，有个人退出游戏了。法师，你慌不慌啊？你能上来帮帮我吗？谢谢谢谢谢谢，你不来我活不下去了。我上了，我上了，很关键，我这一波。哇，你这个洞也太厉害了吧！你不是这个段位的吧？你是怎么预判到他的？我都没看到你是何时丢下的二技能。你这个人挺灵性的呀。嗯，嗯，嗯，我要拆上路了，掩护我，朋友们，掩护我，我怕。木兰你好厉害。没有，都是我队友帮我的。嗯，嗯，嗯，小老哥们，哎，他说我好厉害，我都不好意思打他了，我来中路了。王昭君，换你去上路，不像这个段位的，是吗？难道我不去白银山的实力已经遮盖不住了吗？没错，没错，我就是不屈战神。看来还是被识破了呀。嗯，嗯，我都不好意思杀他了呀。嗯，啊，让他再玩一玩吧。嗯，嗯，去中路，去中路。嗯，嗯哼哼。
哎，好痛呀！我来救你啦！别怕。哦。哎，好卡！我的手机卡卡的呀，这个人。这个人，这个子弹嘣嘣嘣嘣嘣嘣炸的我真是物理攻击，我太难了吧？嗯哼，我就不能开那个画质最高呀？哥，我错了，我以后好好玩。别别别，你没错，都是对的，我错了。嗯哼。挂机表示尊敬。哎，别别别，你别搞呀，你好好玩，你们那边有机会的。他别挂机呀。哎，别搞呀！你玩呀，你别挂机呀！哎，他这样搞我就很那个了呀。所以说，为什么我这个不在网上不喜欢承认自己的真实身份？这咋办呢？哦，他没挂了，没挂了，好好，他好好玩，他好好玩。嗯，嗯，嗯，加油，各位，我们不要翻车。嗯小心小心，我们要开始推塔拿暴君。没有打出沉默。我推了推了推了，推推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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塔推塔，哥哥啊，不不不不不，兵线还没过来，等等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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哎，别别别别死，完了，这还得等啊，太难了。我溜了，算了，我做个名刀吧。你知道吧，他不能挂机的，他挂机他那个他们那边队友不认识我就很招黑，这个还是不能这样。所以我为什么一开始我一般都不是很喜欢承认就说我是我自己呀。对吧。你看像我说这个直播间认识的这个东皇，他就切出来看一看，假如说我们这把输了的话，这个东皇一掉节奏，你看其他几个人不认识的不就很难受吗？你们说是不是？是不是韩信？是不是王昭君？是是是是就对了，请求集合，来一波。打游戏还是得认真呐。哇，好痛呀！
他临时一收枪把我给收没了。可以。我们推个塔，推不了塔就拿暴君，好吧，我觉得应该是可以推的。啊，推不了了，那就拿暴君吧。暴君主宰慢慢打。加油各位。暴君主宰好吧。只有王昭君他愿意聆听我的声音，他往这个暴君走了一下，其他人他都不听啊。哦，都是假的吧。阿君还是你好，我来保护你。我来了我来了。主宰拿了。保护王昭君。小心小心他要吼了。小心小心他要勾了。好，推他。哎，哦，他咬到别人了，抱歉没看到。哎呦，我应该推他的，不应该追这个张飞的，浪费时间了。这个张飞好像自己跟这个东皇玩的嘻嘻哈哈，玩的挺开心的呀。那我也去帮帮忙吧。他到这一步了，这个张飞你要不考虑走一下。强行拆这么秀，偷起来，拆一下，可惜了，你已经很秀了。哎，我真的是被弹的，哎，我好卡哟。哇，这几个特效真的是太能轰炸了呀。这对我的手机真是一顿物理穿透攻击。你有没有看到这个蒙亚真的开个大招，我手机就卡了，掉帧了。我把帧率打开给你看你就知道了。算了。没事，在等你活。看我们能不能拿个暴君，来吧，韩信，暴君，我下路线带一下，你把暴君给拿了吧。把下路线运过去。好，就打这一波吧。东皇咬个脆皮啊。不孙尚香带面壁思过，稍微等一下。这都，哇，秀呀！你这是真行，讲道理。好，一波了。Good。好，谢谢制度，谢谢这个 Q， 谢谢谢谢。
啊，这个就不用看了好吧？这个打这个段位肯定是这个效果的。基本上对面如果也没有什么玩小号的，就比较简单。最后他怎么把装备都卖了？给中位点个赞，兄弟点个赞。OK， 嗯，完了吗 ？No， 我单排，好吧。嗯哼，刚回来怎么打钻石局了？再给大家考察一下。要我讲一下摔枪？哦不，要我讲一下花木兰怎么玩吗？需要吗？嗯嗯，花木兰他这个英雄的难点在于，就国啊，我只能跟你说那种上限级的，他为什么一般的人玩不了花木兰，是吧？这个达摩跟花木兰，一般的同学玩不了是为什么呢？你知道吗？因为他那个他最难的点在于这个一技能这种流畅感，它不是一般人能卡得出来的。就你这样一套，它就属于错的，你懂我意思吗？它这样一套就不对。就是它，你如果看到这个动作，就那个花木兰就玩的一般。我想一下，我是怎么打出来的？对，你看到没？就是他不要那个动作，就打沉默。他最细的地方是在于这个动作的问题，就是你第二段如果是他这样转出来的话，那就不对，这不够快，懂我意思吗？嗯，哎，我是怎么才能按出来啊？我忘了。嗯，你快打，别想了，等一下。哎，我是怎么打的呀？我现在为什么总是丢两段了？我之前可以只丢一段的呀，是吧？一 A， 重剑 A， 重剑起 A， 重剑再起再 A， 二技能轻剑二一二。哦，对，应该是，一二一，对，这样是完美的一套，一二一，看到没？嗯，要丢个二技能才能卡住吧？感觉到了没有？他就是他不能有这个动作，这样。第二段回来这个圆圈的这个转法这个动作，你只要有这个动作，你只要有这个动作，你的花木兰绝对是一般的，好吧？你这个动作太费时间了，就是这个动作，是吧？第二段这样转出来这个动作，你只要有了的话，你跟国服花木兰没有缘分，你一定是一二一重剑一刀 A 再 A 一刀轻剑，是吧？然后更厉害的花木兰是怎样的呢？他一技能二技能一技能这样推的时候，他是往这个二技能上面推好了，然后再二技能再打出来，懂我意思吧？嗯，是不是就一技能 A 一技能 A 二技能重剑，然后推到那个二技能上面，然后再打，就很厉害。所以我的花木兰一般，你 只能那种，这个花木兰厉不厉害就在这0.2到0.3秒了。你打沉默的速度比别人快0.2到0.3秒，你就是很厉害，懂吗？嗯嗯，就假如说你出了暗影战斧，就一般的人他就只能说随意的推，但厉害一点的花木兰，他是这个二技能是可以去推到那个人，就比如说这个人是不是？我一二一重剑推，啊？我关了 CD 吗？抱歉，没关 CD， 是吧？一 A 二是吧？重剑二技能往这上面推，捡到这个技能后，这个二技能又好了。我现在是因为没有捡 CD， 你后面捡 CD 有了，前面你不要小看这个伤害哦，就是个二技能伤害还是很高的。
你就比如说杀他是吧，一二一重剑想办法推到上面去，然后二技能又好了，看到没，你有蓝 buff 有这个是吧，一二一，然后找角度重剑推到那个二技能上面去，那个二技能还有伤害，这个二技能伤害也不低，这个二技能往上面丢两百多的伤害一直在转，好吧，重剑放二技能，第二个别人容易走出去，什么意思？一 A 二一 A 重剑回推，然后推到这个二技能上面去，二技能又好了，是不是？你多一个二技能总是有好处的，好吧？反正木兰这个英雄你还要注意，就是第一手是打沉默，是吧？一技能有两段，然后普通攻击一段，二技能一段，在一技能打一段就行了。好吧，这个沉默的手法你自己要去练，是吧？一二一，你看我这有的时候就失误了。一 A 二一 A， 重剑，然后轻剑重剑抬手，这个普通攻击，这个问题啊，就抬手、普通攻击，它都是免费送给你的。你这个如果卡不住这个伤害，你木兰伤害也不高。按重剑，按普通攻击，一技能抬手，按普通攻击，再抬手，再按普通攻击。那个九百多就是他砍出来的伤害，你这些都是花木兰的细节，好吧？带闪现的进阶，你一般来说带闪现不就是闪现，然后去推人不就行了吗？重剑闪现嘛，这不难呢，这谁都会的呀。闪现后跟普通攻击，这每一刀你要跟上，你这个花木兰才有伤害，好吧？这个难度系数真的很大，花木兰。你一般玩不好的花木兰被任何一个战士吊起来打呀。